胡潮郭乔带来的跳舞阵，掌声欢迎。其实有很多的焦点啊，中间打鼓那个小男生虽然比较是小皮头，但他上的口红非常的红艳啊。啊，对，就是胡潮郭乔带来的跳舞阵。总是有个亮点啊，所以跟我们的大小声的观众朋友专业，大家挥挥手，我们先现场在直播，所以跟我们大小声的观众朋友专业的现场的直播挥挥手，大家挥手就看得到我们了。首先呢，我们跳舞阵啊，就是以往的在传统的阵容里面的话，可能是短哦，就是跳舞阵就是我们长辈啊来饰演的，但是慢慢的。这个舞蹈的都已经开始传承的这样的我们的一个传统艺术啊，那其实呢，这也是像一个民族舞蹈的一种表演啊，只是说每一个小朋友他们手拿的乐器，还有我们的整个器具放在上面的不同。刚才在打的是黄金，你那条是短丝条哦，不是那个短发的。他短发，对，他短发。哎，我哎，你你这跳是在短发。今天的口红比你还要红。对，Amy从小跳到大，哦，所以。